欢迎大家收睇健康解码。Wanda 啊，想问一下你咩叫提取物啊？嗱，事而家我讲俾你听。其实提取物咧大致分为三种嘅，咁啊有最常听到嘅植物提取物啦，同埋仲有动物提取物，同埋呢一个中药嘅提取物嘅。咁啊以而家嘅科技啦吓咁发达，咁啊其实就可以透过化学嘅方法啦，咁啊提取同埋分离，咁啊将一啲植物嘅提取物里边咧某种或者多种嘅有效成分抽出嚟，咁啊成品将会系一啲嘅粉剂啦，或者将佢压成片咧，咁就可以进食噶啦。哦，咁即系好简单啦，即系将1000个苹果里面嘅成分营养抽取咗出嚟之后再食，咁我咧就唔使真系要食1000个苹果先至可以得到嗰种营养啦。好啊，三教九流都唔知第几集啦啊！咁啊，你系老生，你 Peter 仔，咁样咧就呢集开嘅时候咧，首先要同啲网友讲下先吓、就系、好似例如荷兰汪大伟啊、MLG 啊，即系呢啲天狗哥啊，包括成日上嚟我哋呢度做嘉宾啊，泰哥啊。中國無敵啊！嗰啲神勇等啦、啊，次次都有留言啦、啊。仲有啊，一個啊，全部英文啊。我啲英文啊，26个字冇識曬，就加埋唔識嗰啲啊。費事拼錯啦。係咁啊，卒之佢話到俾我聽就姓梅嘅、阿妹姐又係，係同佢有電話聯絡過。咁點解有電話聯絡咧？咁佢咧就因為講偏頭痛嗰單嘢，咁佢話佢。搞定了，醫好了，即是沒那麼嚴重了、就不可以說醫好了，沒那麼嚴重了，好了很多，給了很多資料我，在這裡很多謝他啦、他約我們，我和你啊、喝茶吃飯、我說我請，他說他請，一定要他請、總之就不要我請、我們知道我的馬不得了現在跑緊馬，心就去了馬場了，現在囉囉亂的、他呢就看看什麼時候有機會呢，其實什麼時候都可以、不過呢就東鐵沿線，即是上水至沙田，是啦，沒錯啦，總之你什麼時候東鐵沿線呢，找日啦，约佢饮下茶，倾下偈咯吓，咁、等我哋学多啲嘢。因为好老实讲吓，唔够话题，真系唔够。咁就希望啲网友咧吓，大大力咁提供。即系我哋啲葵仔必经过嘅。啊，系咪啊？系。喂，有冇上过法庭啊？有冇踎过监啊？有冇加入个黑社会啊？有冇俾人踢入黑社会？有冇踢人入黑社会啊？全部都冇喎、啊。法庭有去过啊？法庭去过几次啊？咁、你我都去过几次，睇、人有俾人哋停，俾人哋停牌都要交个牌俾佢嘅，都要上庭嘅。有好多啲无厘头嘢都要上去法庭见下个官嘅。讲唔讲到一集咧？讲唔到。或者講到咧，你第日試下啦嚇，自己講唔多講人哋嗰啲，係啊講人哋。咁我哋今日咧呢個話題咧就好嚴肅啦。再講講下嚴肅得嚟都會笑嘅，都有時笑起上嚟都冇辦法嘅喎。我哋啊錄影嘅啫嘛，即係冇得 NG 嚟過噶嘛。我哋錄唔錄影佢都冇得 NG 嚟過噶啦。總言之就直落嚇。咁呢個話題咧就好嚴肅。就讲下我哋呢几十年啊，即系自己嘅见解，遇到嗰啲人嘅人性系点样？唔系圣人啊，人性。咁啊，人性包括好多嘢噶喎。即系光辉嘅咧就好少。扑街嘅多。扑街嘅咧就真系多到不得了。咁啊，可能有其他人识我嘅咧吓。
都话我系其中之一，不过我认嘅，我一早就认咗我一个扑街噶啦吓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讲由人性咧，就细路仔唔系好识，最多话诶呢个衰人嚟嘅，又唔会玩。咁可能嗰个唔系衰人嚟噶，系佢同你唔啱啫。可能呃你一粒波子嘅啫，你又嬲咗佢成世。咁啊，其实呢啲啊细路仔都谂唔翻有乜嘢人特别衰啊。特別對你不好啊，成日因為始終嗰陣時每一個人都比較純情啲啊，頓情啲啦嚇，冇咩個心諗嘅嘢冇咁長遠啦。係啊，冇話斤斤計較啊，成日斤斤計較咪唔同你玩咯，我又唔使求你乜，唔使求你物噶嘛，係咪啊？我最撲街就係俾人哋屈咗我偷佢啲書，我都唔讀書嘅，偷你啲書嚟做乜鬼嘢？打手板打到係啊，乜打手板啊，撈尾周身 fit 啊，打到你真係成個跳舞咁啊！打到隻手板肥咗好多啊！我而家谂下，佢当时点解唔落雨嘅咧？落雨做咩？打到你跳球羽毛咁啊嘛！唉，咪猛嚟跳咯！都唔知点跳。咁啊，都大咗啦。学师咧，因为我系大师嘅组长啊。咁我啲师弟咧，又一个同学啦。咁啊，其他嗰啲师弟咧都冇乜嘢嘅，因为个个都系僆仔。又讲象牙，即系讲个人生经历啊！即系唔系话做埋呢集冇嘅，因为你成日讲嘅话，真系唔讲得嘅吓。即系唔好讲，即系强调翻。系咁样咧，就一路去到同你做宝石，识得你哋啦，开始啦。咁啊，人生嘅经历咧就开始丰富好多。扣女嗰啲啊？唔系人，我哋讲人性，即系讲人嗰啲好奇怪，唔知佢想点，即系唔明白嗰、那个都系僆仔吓，十零岁吓，率性而为嘅意思，即系话我当时谂到啲乜，我想乜就去做乜，咁又求其又讲翻我一单啦，你哋全部都喺度啦吓，咁啊，当时学师。做宝石，即系我象牙满咗师噶，去你哋嗰度补师，补年半啦，系年半。咁啊，曾经发生过单咩事咧？其实好多个兄弟，虽然话有啲厦门仔啦，福州啦，有福州仔啦，老细就系福州人，福州人啊嘛，即系都有班外省人嘅。其中有个师傅咧就北京人啦，系嗰个几好人，嗰个印尼嘅北京嘅，讲佢啊，讲亲佢北京咧就流眼泪噶啦。即系讲佢老豆老母就流眼泪噶啦。咁啊，发生咗单咩事咧？咁啊，有一日我就唔知做乜嘢，僆仔啊，我而家个口都系臭嘅，就以前就臭到不得了嘅。即系讲嘢啊，系讲嘢啊嘛，系串。我识你嗰阵时都系串噶，出晒名系啊，串个码头咕哩嘅，系真系好串嘅讲嘢。咁样咧就得罪咗啊！阿东系咪山东佬嚟噶？陈建东啊，即系肥肥大大嘅、那個、福州嚟噶，福州游泳教练嚟，系即系差唔多系游泳教练嚟嘅。嗰阵时佢都唔系师傅嚟噶，唔系佢嚟学师噶。佢虽然几十岁啫，都超过三十岁噶啦吓，三十岁嚟，系即系嚟咗香港冇几耐，学门手艺，学门手艺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可能佢哋自己人啊，俾高啲人工佢咧，其实好难生活嘅都。几百蚊嘅啫，都好难生活嘅。其实佢嗰阵时系结咗婚嘅，我知啊，有仔女有剩。咁样咧就我嗰日唔知做乜嘢，就得罪咗佢。讲句说话得罪咗佢。咁佢咧就反而冇乜嘢。咁啊，另外一个福州仔高高瘦瘦嘅，我知边个。那個聽到咧，就走埋發爛渣啦。其實就唔關佢事。嗰個都唔係福，都唔係仔嚟噶啦，都好大年紀，都廿幾歲噶啦。嗰個廿幾卅歲嘅都。咁啊走埋嚟發爛渣。喊打喊殺，喊打喊殺就啱。咁啊，梗係企起身啦，係咪啊？喺工廠咪喊打喊殺，咪起身準備打咯。咁佢又唔係打嘅喎。咁你話佢唔啱，佢又唔係喎。咁佢哋话佢系咪正义之士咧？咁又好似系，因为佢
唔抵得你咁樣去窒佢嗰個朋友嘛，同鄉咧，窒佢個老鄉啊嘛。咁佢要求我喺間工廠嗰度公開道歉，大大聲，我好啊，咪大大聲，因為你事實係得罪人啊嘛，無端白事人，你認嘅，係我認嘅，咪同佢道歉咯。咁道完歉都唔得喎，仲喺度嘈喎，咁呢次仲唔打？打啦，系咪啊？我谂佢唔够胆喐手嘅，因为我哋都好多广东十虎有七八虎喺度噶嘛。咁啊，后嚟你厂我侧边，做我伴郎，后期做我伴郎嗰、那个，而家喺牛头角卖肉嗰、那个，我记得噶。即刻企起身，跟住咧就你哋嗰个好高高瘦瘦阿叉，阿叉喺嗰边，即系一间工厂围住晒，咁样坐 L 型咁咯 ，L 型喺个后边企起身，跟住好有钱嗰啲小师弟，那个嗰啲，即系一二，起码有五六个啦，又准备企起身，我真系揦凳噶啦。因为佢细粒啲啊嘛，咁咪揦凳噶。咁多人企喺度，咁啊开，咁啊要缩噶啦，唔打得噶，打就扑街噶啦，唔好话一个打一个，吓、咁我哋主要唔系讲话我哋几团结，我哋打，我哋呢班人几好打。首先咧就讲呢一个人，咁奇怪，其实咧都后嚟谂起咧，就唔系我先头都讲，唔系佢唔啱。可能佢系正義嘅，覺得你咁撲街，竟然講，竟然即係講啲嘢得罪佢。其實佢哋咧，可能有嗰個感覺咧，心態就係話：我就蝦佢。我哋喺大陸啱啱落嚟，你唔好啊！你班香港仔唔好恰鳩我哋咁咁嘅心態。係啊，我都認為咁樣。咁如果你做錯嘢啊，成日各樣嘢向人道歉咧，我幾時都得嘅。係啊，我哋讀飽書噶嘛。啊，大大聲咪大大聲咯。因为你唔啱啊嘛，是但系咧，嗰、那个古仔去到呢度就要完噶啦，即系向你道歉咗。你认为我唔够大声，我再大声啲，我企喺你侧边。应该嗰个当事人冇乜问题，因为佢好尊重我嘅。吓、啊，当事人我都去过嗰企啊。系啊，佢后期我走出嚟，佢啊又走出嚟做。我又嗰阵时都系十零廿岁，又走出嚟做。佢系结咗婚未嗰阵时？系啊，佢就成日介紹啲老細啊，叫我去攞貨做啊，因為我自己出嚟嘛。如果福州，如果福州人嚟講咧，我覺得呢個係我識嘅福州人最好。即係最有人情味，因為佢嗰陣時咧點講咧？你個故仔講完未啊？未講，未嘅。咁我講埋呢啲咧，插入去先。唔係我驚，依家唔記得。講咩啊？即系呢个呢个好嘅人，因为点解要走咗噶咯？唔系佢又系做嗰啲孔雀石，做孔雀石，佢又唔怕死，因为佢嗰阵时出嚟做咧，自己出嚟接货做咧，因为孔雀石好多人都唔敢做噶嘛，就系、是、啊挑嗰啲孔雀石，好多人唔敢挑噶嘛，好多都有癌症噶嘛，佢亦不例外，佢嗰阵时出嚟咧。佢要養家，又要供書教學啲仔女，咁咧人哋俾得高價錢佢，佢咪做咯，做咯，結果咧又驚咗鼻咽癌，咁咧，因為點解佢對我特別好咁關照我咧？因為嗰陣時咧，因為我都已經係做咗有喺嗰度做咗兩年幾啊嘛，我嗰啲雕刻嘢都嗰啲手藝都唔錯嘅咁。佢又問福建嗰啲師兄，佢又話嗰個福建師兄咧成日敷衍佢，即係教佢做啊嗱，呢個咁啊咁啊得咯，咁啊得咯，誒求撚棋啦，咁跳得啦咁。咁咧後期佢就問我叫我教咧，佢一唔知點跳咧，佢就過嚟問我，佢就話我肯教佢，好有心機。即系我就话呢个福州人我见过最好嘅，佢可能佢嘅心中就系咧，哇呢个广东仔又系最好嘅，啊咁样。后期咧佢就
鼻咽癌啊，系啊，我听讲鼻咽癌咧，早嗰都廿七八年前啦。嗯，我好辛苦，因为有几年咧，佢成日即系介绍啲嘢俾我做啊，介绍啲老细俾我。咁咧后期咧就好辛苦揾翻佢个电话，嗯，即系廿七八年前啦，我谂就揾到佢啊，嗯，揾到佢约咗佢出嚟饮茶，嗯，倾一倾，我先系知道佢有鼻咽癌，但系而家都冇联络咗廿几廿七八年啦，可能未都唔知系咪。我听到好似话走咗啦，系咩？啊，我听到讲好似话走咗啦。咁啊，讲翻我先，仲有分零钟啊呢一节啊，咁啊讲翻先头少少咧，一阵间又赞，临后尾少少咧赞翻自己。点解会提到嗰、那个北京呢个印尼华侨咧？系咧，北京佬啊，你叫佢。咁佢又娶咗个老婆啦，个老婆咧。就在那裡做打磨的，是北京婆、啊、又是好好人，又是好好人的，真是兩公婆母仔女、嗯、幾十歲但是好好人，後期有、啊、好好人的。那他那時候住在、九龍城，九龍城碼頭旁邊，我去過一次， 我都去過，我拍拖的時候去探過他一次、嗯、那大家都在那裡做工的了、嗯啊、但那時候還在那裡做，那他的老婆跟我說，用他們北京的國語說、嗯，意思就是咁，你真是一个汉子，话我啊、嗯，是一个好汉子、嗯，因为他话你当住咁多人面前咁样向人道歉咧，好多人做唔到、嗯，你是一个汉子、嗯啊，所以嗰啲林子祥嗰啲咩真的汉子，肯定唔系，真的汉子系坐在呢度、嗯，下一节翻嚟讲。女士的头发不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